你只看到我学 P2P 敲代码，却没看到我的产品在改变着世界。你有你的女神，我也有我的苍老师。你嘲笑我苦逼屌丝命，我可怜你不懂编程之乐。你可以轻视我的代码，我会证明这是谁的互联网时代。程序员注定是默默的逆袭，身边少不了口水和质疑，但那又怎样？哪怕前路崎岖，也要勇敢前行。我是赵崇正，我为自己代言。大家好，我是赵崇正，我们继续来学习 SyncPPP。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项目的演示，实现一种类似于旅游网站啊频道的那种效果，就是点击一个地区啊，相应的这个页面能显示出来。当然我们这个页面做的非常简单啊，功能实现也非常简单，只是为了给大家演示相关的技术点。那么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完成，打开我的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localhost， 然后在这里进入到我们的项目目录下面。这是昨天我们做的这个啊小的演示，点击北京，啊北京的页面显示，点击上海，然后大家看上海的页面显示广州，然后这个广州的页面也显示好。那么在昨天呢，我们还打算啊完成一个效果，就是登录的效果。我打开我们代码，在 home 下面的 home 下面的 lib 下面的 action 下面。在 login 这个模块里面，我们准备了一个方法叫 index 方法，然后准备好了这个模板，在 TPL 下面的 login 下面的，这个模板名应该是叫做 index， 好 ，OK， 打开它，我在这里先准备好一个登录的页面，无非就是写一个 form 表单，然后我简单写一个，然后这里 DDO 有点高低，然后 form 表单。-FORM form 表单，然后在这里面我需要输入用户名，然后我还需要密码，然后这里为了对齐，我这选择一个转角空格，这里好对正就可以了。然后这里 input type 等于叫做 text， 然后 name 等于取名叫做 username， 好结束，给它一个换行 br 标签。底下这也是啊 ，input type 等于这里是用 password， 然后 name 等于取名也叫 password， 然后这里结束，然后 br 标签好保存保存，给它一个提交按钮 ，input type 等于 submit， 然后 value 值等于叫做登录好结束保存。然后在 form 表单这里给它一个 action action 等于我希望让本模块下面--url 下面呢叫做 do login 这个方法去处理这个登录，然后传递这个值的方式为 post 的传值 好保存保存。这时候我们再看效果，直接访问在地址栏中啊输入 login 模块，你看就进入到我们这个登录页面。但是问题是，我希望当用户想访问我主页的时候，访问我这个首页的时候啊，如果他是没有登录的，我希望首先让他登录，这样一个效果我要怎么做？哎，大家来想想这个效果我要怎么做？我们可以这样子，在这个 login 这个页面，同学注意啊，不是 login 页面。在这个首页它本身是访问 index 模块下面的 index 方法，对不对？大家来看一眼啊，我们看一眼这个方法 index 模块下面的 index 方法，
是这里打开我们的控制器，在这不是控制器，在 action lib 下面的 action 下面的这个 index action 这里面打开它。我们要执行这个 index 方法，它会显示这样一个首页面。在这个之前，它会便利一下，它会访问一下我的 city 这个表，然后从这个表中获取所有的数据，分配给页面去显示，做这样一个工作。大家还记得不？我们在这个 city action 里面，大家会发现我这些代码比较多余，怎么多余了？好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一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实际上这些代码与我在这个 index 方法里面提供的代码都是一样的，哎，都是一样的。那么既然都一样，我这样子重复写太多余了。实际上我可以这样做，同学们，你看啊，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在这里面把这些都去掉。我在一个控制器，一个叫做 city 控制器里面，我想调用 index 控制器里面的 index 方法。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 index 方法就是我们要的这些代码。我可以这样处理，我在这里 new 一下，叫做 index action action new 一下 index action 这个类，本身会返回给我一个对象，叫做 OI 对象，随便取名字的。然后我调这个 OI 下面的叫做 index 方法，好，保存保存。那么所有代码我都要处理，Ctrl C，然后进来，Ctrl V，然后进来，这里是 Ctrl V，好，保存保存。我这样处理，你再看我这个页面显示刷新页面，我这里北京，看效果，上海，上海，广州，广州啊，都能成功啊，都能成功。那么实际上啊，SyncPAP 为我们准备这样一种机制，就是在一个模块里面，我可以调其他模块里面的方法，我可以在这个模块里面 new 出其他这个模块，模块就是类嘛，对吧？new 出其他这个类，然后调用该类下面的某些方法都是可以的，保存啊都是可以的，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那么现在我想实现这样的效果是，如果我访问首页的话，比如说我访问这个 index 模块下面的 index 方法，这是首页，对不对？在访问这个方法之前，我想做一下判断，判断什么？判断这个用户是否已经登录，如果登录过，我才允许他访问；如果没登录过，我希望他不要进首页，直接跳转到这个登录页面。哎，直接跳转到登录页面，我要怎么做？登录页面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它是在 login 模块下面的 index 方法来负责显示。我希望如果没有登录，它直接能跳到这里面来，这是我想做到的。我要怎么处理？这就必须用到，哎，也不能叫必须啊，这可以用到我们今天将给大家演示的这样一个方法，叫做前置操作。前置操作啊，用这个方法。前置操作是什么意思？是当我们执行某一个方法的时候，它可以准备好一个前置的操作。执行这个方法之前，它先执行那个前置方法，是这样子的。我这样子可以这样处理，同学们，在我们的这个 index 模块下面 index 方法之前，啊，为它准备好这样一个代码。我写它前面，实际上这个方法里面谁写前谁写后无关紧要，只是为了大家看得舒服一点，我写到前面啊，public 啊，public lsa public function，然后下划线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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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划线 index 啊。如果你要写前置方法，你必须用下划线 before 下划线后接这个方法的名字，方法名字。我在这个方法里面做判断，做判断。然后叫做，如果没有登录，如果没有登录，跳转到登录页面，好，保存保存。在执行 index 方法之前，它首先程序会默认执行 before index 方法。在这个方法里面，我就可以来验证用户是否登录过。我们一般是怎么验证的？我们登录了用户，一般是将他的用户名写到 session 里面，对不对？那所以我在这里就可以进行判断了。如果什么？
如果设置过这个 session is set， 到了下划线 session session 下面的 username， 如果设置过这个 username， 然后并且@叫做到了下划线 session session 下面这个 username 不为空，不等于空的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登录过，对不对？这是他登录过。如果没登录过的话，我不做任何处理啊。登录过我不做任何处理，当然我做也可以，比如说那个我可以就是初始化一些值，当然在我们这个逻辑里面我要对它取反。如果没登录过，这里把按的改成或了，对吧？并且这个等于空，意思是如果没有设置过这个 session， 或者设置这个 session 为空的话，代表这个用户没有登录过。没有登录过，我希望他跳转到 login 下面的 index 方法去，或者说 login 下面 index 这个 index 这个模板页面去啊，显示这个登录的页面，我要怎么处理？ SyncPP 为我提供了一个叫做页面跳转的机制，始终是到了例子下面要用一个方法叫做 redirect 方法 redirect redirect 方法。这里面参数非常简单，直接写 login login 下面的 index 就搞定了。好，我写完这个代码，我们来测试一下。现在我直接访问主页，一回车，你看直接帮我们跳转到了 login index 这一面啊，直接跳转进来。那么只有我在这里登录以后，我再跳回首页，它才允许我进。那么登录无非就是在数据库中验证一下这个用户名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向 session 之中写入相应的值，然后再做页面跳转就可以了。我把这个功能都实现了。那么这个登录页面是一个 form 表单，是个 form 表单在哪里了？这个 form 表单是交给本模块下面的 do login 去处理，本模块下面 do login 处理。那我写这个 do login 方法啊，在这个 login 模块下面准备这个方法 functm function 啊。当然我们 SyncPP 建议大家是写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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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对不对？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 function 如果你不写前头这个修饰符，它也是默认为 public， 等它写出来。好， public function 叫做 do 下划线 login 小括号花括号，在这里面首先接收表单传过来的值，到了 username 等于到了下划线 post 传进来的这个 username， 然后继续到了 password 等于到了下划线 post 传进来的这个 password。 好，写完了，然后开始准备找一下这个 user 表， user 表大 M 一下 user 本身会返回给我一个 model 实例，在这个实例下面到了 user 下面，我就可以传入一个 where 查询， where 里面我准备好这个 where 条件，用数组的方式到了 WHERE， 这个数组查询怎么写来的？大家回忆一下， user name 等于到了 user name， 然后还有谁？到了 where 里面的这个 password， 然后等于到了 password。 好，保存。一般我这 password 是要经过 MD5 加密的，对不对？当然我这个在数据库里面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个实验用的数据叫做 ZTZ， 然后它的密码是123，都123这个密码没有经过 MD5 加密，所以我这里也不做 MD5 进入加密的处理啊，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where 条件准备好以后啊，执行一个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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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本身会返回给我一个整形数，交给 $i $c 好了。如果 if $c 大于零，它大于零，实际上我等于零就可以了，因为我只会查出一个人，对吧？那我 $c 大于零吧，大于零，如果它大于零代表有这个人，有这个人的话我可以怎样？同学们，有这个人我向 session 里面写数据，到了 session session 里面写什么？写 username 等于他这个用户名 username。 有人说老师这个 session 好像没有开启啊，我们都知道使用 session 的时候一般都首先要做一个
动作叫做 session start， 对不对？但是 think PP 里面已经自动为我们开启了这个 session， 所以我不需要在代码之中再手动开启这个 session，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像 session 里面写好数据以后，我想实现页面跳转，到了例子下面的 redirect， redirect， 跳转到主页，跳转到 index 模块下面的 index 方法，好，保存，搞定。else， 否则的话，我可以输出一个错误信息来，到了例子下面 error。这两个方法，一个叫做页面跳转，两个实际上都是页面跳转，这是直接跳转，这个是显示一个错误信息。这个错误信息我可以在这里面写出来，叫做用户啊不能登录。好，保存。这个错误信息会显示用户不能登录，然后默认返回啊之前这个页面啊，大家一会儿看一下效果就可以了。好，保存。这两个方法我后面还会详细给大家使用啊，你们了解一下就可以。现在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就可以了。好，保存。现在我们做一下测试，这里我点击啊 ，zzz， 没有这个人，密码也来个错的，随便写。我一登录，你看，用户不能登录，然后两秒钟之后跳回到之前这个页面，然后继续输入这个入户名就可以了。这时候我还没有登录，我想再进首页，对不起，还是让我进到这个页面。我只有输正确的用户名 ztz 以及123，我这里。登录，你看，这样才让我回到这个啊首页面啊首页面，这样子就实现一个简单的用户的这种判断，简单的用户判断。当然，我跟大家说啊，因为我们学习现在过程还没有把东西学完，只是学习过程，我们可以用这种 before index 方式做一下简单的。啊，就是用户是否登录这样一种判断，但是这种方式并不是最优的。我跟大家说，这种方式并不是最优的。我只是为了给大家讲，我们有一个叫做前置操作或者后置操作，给大家用了这样一个效果。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其他手段做一下这个登录的判断。啊，那种另外一种手段是比较好的一种手段，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介绍。现在先稍安勿躁，好吧？那么实际上这个引带子方法除了有个前置操作，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后置操作，比如说 PUBS public function FUNCDR function， 后置操作怎么写，就下划线 after aft， after 下划线引带子，这样的处理。当我执行引带子的时候，它首先会执行前置操作，前置操作执行完以后，它执行这些操作，当这些操作执行完以后，它再去执行这个后置操作。你要了解啊，它有一个顺序过程的，先如果访问这个方法的话，它先走这里，再走这个，最后走这个啊，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里我就可以随便啊写点什么东西让大家看效果就行了，我直接 echo 出一个 JavaScript 代码弹框好了 script script， 然后这里杠 script script， 然后这里 alert alert alert写一个欢迎你，这个欢迎你访问本网站。好，保存。这时候我们再看效果，刷新页面，你看欢迎你访问本网站就可以了。这是后置操作啊，大家了解什么是前置操作，什么是后置操作就可以了，然后在实际的啊使用过程之中灵活运用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先把这个大纲里面笔记先补齐了。然后前置操作，第一个叫做前置操作，它的方法是下划线 before， 然后下划线操作名。那么第二个这个后置操作，然后是加写下划线 after 下划线，然后操作名。好，保存。那么前置操作和后置操作，用这个前置操作的方式，我们可以实现一种就是某一个方法，某一个具体方法里面先判断一下是否有足够的权限去执行这个操作，可以做这样一个啊就是应用。这个后置操作，就比如说我想
执行某个方法，执行完这个方法以后，我想在数据库中记录这个方法使用的次数啊，我就可以使用这个后置操作这样一种方式，大家灵活运用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课就到这里啊，就到这里。然后大家可以在课下的时候自己把我给大家铺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代码，自己让它变得啊更加完善一些，或者更加复杂一些，利用我们之前学过的技术啊变得更好一些就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课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再学 PAP。孙当作人学，子医学 PAP。垂死病重惊坐起，今天还要学 PAP。少壮不学 PAP， 老大徒伤悲。落营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学 PHP。春眠共觉晓，处处学 PHP。在庭院坐比翼鸟，在地院学西修 PHP。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学 PHP。